Alicia， Hello Alicia， 每次你是第一个进来跟我讲下午好的人呢。来，大家亲爱的朋友，下午好，我又来开播啦。今天答应你们的款式我都安排上了，你们昨天许的愿我今天帮你们还愿好不好？你们昨天问我有没有抽神裤，今天给你们安排了，我现在穿这个就是抽神裤。当然我不只带了这个西装布料的抽神裤，我还带了牛仔布料的抽神裤，还有这种镂空的，这种也不算镂空了，就是尾落线，当然我也是有安排镂空了的上衣，还有你们这种内搭，就是昨天是棋盘格嘛，你们不要有花纹的内搭我也安排上了，所以你们今天许的愿望我都帮你们成真了。来进来的朋友先帮我做公开分享好不好？帮我公开分享超过三次，再帮我刷上关键字。今天我们主打是连身裙，所以我们今天就是关键字就打连身裙吧，好不好 ？Hello， 哇，你看他特地进来给你们看看，来穿场。我矮过你哦。因为我穿高跟鞋、oh, 我穿高跟鞋，我们同高160耶，我160啊，对我穿高跟鞋 okay, 然后是我们是同高，好的，记得给力一点支持我们的新主播，然后呢哎，他身材真的很棒OK， 这个挤出来了，挤出来了，身材真的很棒哦，所以大家记得要多多支持他，然后呢很多很多衣服他穿在他身上都超级美，你看主地的穿得比较美，超级美，然后呢你们一定就是可以拼单 Hello, 都可以拼单 Hello Coco， 大家都可以拼单，所以记得要多多买啊。我是心仪主播，你注意是心仪主播的平台 OK， 来人数到200人，我上一场的已经抽了一位幸运儿了 OK， 这一场只要人数到200，我一样来送我身上这件内搭好不好？看到吗，抽神的牛仔裤今天也给你们安排上了，你们许的愿望我今天通通都给你们安排上了。来，第一标是我身上这件内搭好不好？来我看一下现在多少分钟啊，来进来的朋友帮我再帮我大大力分享出去，诶，可以送给我那个星星吗？这个星星可以送我吗？你们有人有星星吗？刚刚朱棣穿的白色连身裙有吗？哦，没有诶，那个没有，不好意思啊，那个不，因为那个是他自己穿来的衣服来的，不是我们这里的 OK， 那个是我们这里，那个是他自己穿来的衣服，不是我们这里卖的、啊、所以没有不好意思 OK， 来今天我们开始我们的第一条。昨天是问我这个有没有 blend blend 的这个内搭，哇谢谢妈咪，爱你妈咪，妈咪真好，你这个要钱的嘞，妈咪这个爱，这个星星是要钱的嘞来 OK， 来今天第一表是我身上这件内搭，一件只要你12块 OK， 它的代号是7334，为什么我要带这件内搭给你们 OK， 它是细果条，所以穿什么都很好看。再来它的重点在它的背后，它的重点在它的背后，哦谢谢 Charlie， 谢谢 Charlie， 谢谢你，爱你们，真的很谢谢你们的爱，那个星星，那个星星是要钱的 OK， 重点在它的背后，你们注意看它的背后，看到它的背后吗？它的背后是这样子绳子款的，所以如果你是穿那种露背装的话，你穿这种更加的适合，更加的美 OK， 来它胸垫是一体成型的，从 JB 拉到去朗高威没有停车的，当然还是有做 push out 的效果，让你的胸型更加的漂亮 OK， 更加的挺拔。如果你是 A 靠穿起来变 B 靠， B 靠穿起来变 C 靠， C 靠穿起来变 D 靠， OK， 细果条水穿水漂亮，当然后面也是这样子的底带，绳子底带 OK。 后面的千鸟哥上衣出了吗？还没有 OK， 还没有出，内搭要黑色和灰色，林卓一啊，你帮我打上他的代号加7688，有内搭吗？7688还是7688是什么？哦，没有7688，你可以自己买一个内搭，这个内搭你可以买起来配那个7688就可以了。这个内搭它里面后面是线条这样子，非常漂亮。这一件我身上穿的抽身，
西装面料的裤子只要你28块，它前面是这样子拉链款的，可以直接脱，我里面是内搭，不要在意啊，里面是内搭，所以你这种上厕所也很方便，不用脱纽扣啊，又要脱拉链了，直接一个拉链下来直接可以上厕所，如果你尿急肚子痛想上厕所非常方便。这个抽绳你可以选择抽更短，那我没有抽这样短，我怕等下你们我的大腿吸引到你们 OK。这个 Suki 之间就是找给你的，这个你是不是要这样子专业讲，你要起班格这样子吗？这一件是733，是灰，你后面是长这样子的绳子的，这种绳子的话如果你穿露背装更加的好看 OK， 大弹力，38胸围都可以穿 OK， ABC 罩杯， DE 罩杯， F 罩杯都可以穿。这件是733，是米，733是黑，733是灰 OK， 12块给你带走，12块罢了 OK， 你要 blender 的，这个 blender 找给你了，特地找给你了，这个我还特地找后面这样子的底再给你，因为这种更好配衣，穿什么衣都好看。这种西装布面料都是有弹力的 OK， 6811是有弹力的、OK， 这个会比较短啊，这个抽绳裤会比较短，抽绳牛仔裤会比较短，来这件是真的短 OK， 来我换一下我上衣，这件上衣已经出过 OK， 来这个等一下我会 go through all the dress that I introduced just now OK， before I turn off my life， before I end my life OK， 这个抽绳裤代号是7082 OK， 7082要的自己加7082 OK， 它旁边是做抽绳的，其实你不一定要抽到这样高，因为抽到这样高可能就排绳就很短这样 OK， 如果你是大腿有肉的宝宝你不要抽到这样高，可能抽短一点也可以的，你可以自己去 adjust 它的抽绳的长度 OK。 172穿什么 OK， 来我讲一下它的腰围，如果你172的话你穿它的 M size 不，你穿它的 L size， 腰围72你穿它的 L size 啊，这个的话有弹力的，它有弹力，可是是也是有弹力的，这个是有弹力的，7082也是有弹力，它虽然是牛仔裤可是它是带弹力的牛仔裤来的，可是它的尺码会小一码。来我们下一款，下一款我也是要出这个牛仔裤，牛仔裤可是它不是抽绳，它是旁边是绑绳设计，版型非常的漂亮，这个的话就是 normal 尺寸， normal 尺寸，腰围70你拿回 M size， 腰围70你拿回 M， 腰围74你拿 L， 腰围78你拿 XL OK， 腰围78你拿 XL OK。 来这件牛仔裤7082有一点有弹力的，7082也是有弹力的 OK， 这件也是有弹力的，我们不管是牛仔啊还是西装布的布料都是会有带弹力的 OK。 来这个的话这个代号是7073，内搭有卖吗？有，我一直都在讲 OK， 我内搭是7334米，7334黑，7334灰，12块罢了 OK。 你要的帮我打上7334灰加一，7334黑加一，7334米加一，它后面是这样子的，所以更加好看，如果你是穿那种露背装更加的好看。来我要出上衣了，不然我整场没有出到上衣 OK。 来这件福利标22块给你带走，这件它旁边是做雪纺蓬蓬袖超遮手臂，整个很显瘦 OK。